大家早上好、哦、今天我们来到 QSS、我们要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叫做、人脸识别仪、人脸识别仪，还有就是、这个什么叫做消毒的摊呢。哦，这个好，经过了、没有发烧，马上进入到消毒、身体消毒，手的消毒，红色的时候是在消毒的时候，灯一亮青色就出去了。好，来，那么这个是一个喷的，这个就是一个消毒仪。好，那经过了温度计测试，进入了消毒的喷了。把人再转，你看。